随着迪士尼强势登场与亚马逊影视串流平台变得白热化， Netflix 决定改变战略。昨日14日宣布在印度市场降价， Netflix 已登陆印度市场5年。 Netflix 为抢回市占率，将印度平台订阅价格将调降 60% 至每月199卢比，仅限于手持装置的方案则是调降 25% 至149卢比，整体订阅降幅为 18% 至 60%。 现时亚马逊印度 Prime Video 每月收费是179卢比，比起 Netflix 账户可在多个设备上收看，并提供更便宜的年费方案。另外 Disney 加则提供高级年费方案，收费是1499卢比，能收看所有 4K 内容。根据赵帕的预测，到今年12月底Netflix 在印度的订阅人数将达到500万，而 Disney 加 Hotstar 的订阅人数为4600万，亚马逊 Prime Video 为1900万。